望有希望有幸福美满，我们会很勇敢，只因为彼此相伴，欢乐走过风雨艰险，去新世纪伸出手乐翻天。别把姨叫出来了，好歹让我把这碗汤先喝了呀。还要准备救命的果汁，我想我是第一个在自己店里被渴死的鸡了。那我就是第一个在自己店里渴死的美男子。姨呢？那厕所怎么回事？那石头都算轻的，他现在越来越狠了，先是一日三餐只给吃火锅，现在连火锅都不行了，改成干锅，然后尝试一切跟水有关的东西，茶水饮料扔掉，花盆浴缸倒掉，就连洗手液都换成了肥皂。幸好他不知道人体70%都是水分，今天早上起来他把水闸都给关了。还好机智如我呀，为了不在这儿渴死，我把饮水机里最后一点残存的水都泡了这碗生死攸关的泡面。关键是他半夜里还老是发出尖叫。哦，原来每天吓醒我的尖叫就是他，我失眠的都快长出卧蚕来了。尖叫？难道他一直做噩梦？依依小朋友，嗨，早上好。好大一个鸟窝！是谁害我不能洗澡的？来，我们好好聊一下。说吧，半夜为啥尖叫来着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控制不住，这太吓人了。什么太吓人了？水啊，流动的水。水有什么吓人的？当年你在你娘肚子里游泳，是怎么赢过3000万兄弟姐妹的？不知道啊，大概是推来推去推赢的。但是姨，你以前也怕水，可不到这个程度啊，你这已经超出怕水范围了，达到了精神病境界。你再抢我话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要是我有1块钱，我委托自己干掉你。不行，依依，你不能再这么颓废下去了，你得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克服怕水这件事儿。我觉得可以这样，把所有跟水有关的东西都扔掉，我看不见就不害怕了，这个事情就解决了。你这不叫解决问题，你这叫逃避问题。用逃避来解决问题可是一的特长。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。好好好，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你就是精卫上身了。真的吗？原来这就是精卫上身啊，怪我最近做梦一直在水里游泳，然后遇到一个很恐怖很恐怖的水怪，把我拖下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海里。难道这就是精卫的记忆？不管是不是精卫上身，我感觉我快被整成废人了，水也不让喝，觉也不让安静的睡。你这精卫是什么神？暗黑破坏神吗？我觉得依依这精卫上身有点奇怪，说来就来，上周还好好的，难道这还是周期性的？以后每个月都会上升一下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依依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每天梦到游泳吗？因为你马上就要游泳考试了，你是不是忘得一干二净了？哎呀，不要提醒我。原来如此，是潜意识里在提醒考试这件事儿，难怪神经紧张成这样，然后白天醒来又故意把考试那事儿从记忆里删掉，最后惨的还是我们呀。要不我们教你学游泳？不要，你要是不学我们都得陪你勾带。不要，我宁可勾带。依依，考试学分你不要了吗？没有学分就没有文凭，就无法在社会上生存，你难道想当个废人吗？想。既然你想勾带，来，姐姐成全你。哎，小小，依依只要学会游泳不就行了吗？
不要怕，我们三个都会陪着你的。我们都去了，谁来看店呀？再说了，我们干嘛要教他学游泳啊？那场面肯定惨烈无比，真担心他发起疯来会伤害到我至尊的美貌脸庞。你想吃干锅吃到死吗？你想一直失眠下去吗？为了能睡安稳觉，为了能正常吃饭，为了世界和平，依依同学，吃好喝好，我们上路吧。白小林，说实话，你会游泳吗？我会32种在泳池里游泳的方法。你就吹吧。仰泳、蛙泳、自由泳、蝶泳，剩下28种你怎么玩呀？去。哎，依依呢？都到这儿了，你还给我打退堂鼓？带他来游泳馆，不知道是折磨他还是折磨我们。真的要学吗？你今天要学不会游泳，明天我们都得死。你忍心看我们惨死吗？糟糕！哎呀，我不要学。哎呀，沙滩！哎呀，美人儿！哎呀，比基尼！哎呀，你不爱看比基尼干嘛来啊？真教游泳啊？来洗澡啊，暖气足，热水烫，还有专门泡澡池子。那池子是泡澡的吗？杨爷，你这泳裤也太闷骚了吧，脖子挂一金链子都可以到海边耍流氓收保护费。我是什么人啊？我要去海边，那想对我耍流氓的人得排一长条队。你穿的跟卖槟榔的泰国人妖似的，好意思说我？我这是为了现眼。哼，万一小小溺水就可以立刻看见我，及时向我呼救。话说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小小穿泳衣呢，想想有点小激动。就他那70A 的肋排有什么可看的呀？要什么没什么。你是不是开天眼看过了？这么明显的事儿还用开天眼？也就你这种天然瞎，其他人都看得出来。谁说我瞎？我是用爱的眼光看小小，70A 我也爱。你那叫爱的盲目。对，盲目就是瞎呀。哎，要不要我把亚历山大借给你当导盲犬呀？我按分钟收费就行。你们俩打劫泳装店了，要不要穿这么夸张？这装备都可以去南极游泳了。拦都拦不住，还差氧气瓶，等会儿就送过来。这样才安全的。不过你这样总能下水了吧？不，我氧气瓶还没到呢。我浪里小白龙在这儿，你要什么氧气瓶啊？浪里小白龙里面只有一个字，说的是你。滋啦！咱俩从这头游到那头，现在就比。浪里小白脸，说正事。小白龙捞龙，你能不下水吗？不下水你想学游泳？没翅膀你咋不上天呢？我觉得你可以教我一些理论知识。有办法了，你们俩一边玩去。很好，依依，你现在已经可以参加奥运会了。经过我的独家教学，我们家依依现在蛙泳、自由泳、花式泳各种泳姿随时切换无压力。来，我们表演一个看看。好的，先依依下水了，非常漂亮的入水，来调整呼吸，找到节奏，找到感觉。好的，向前冲！依依加油，马上就要到终点了！依依加油，依依加油！她冲过了终点，获得了第一届游泳池边花样游泳冠军。她高兴的在地上打滚，笑。怎么样？教了半天，你就给我们看这个？我觉得你是浪里小白痴。你们俩有没有想象力啊？你不能想象这是在地面，得想象这是在水里。你咋不给我一副3D眼镜呢？你，凤姐，我觉得自己今天棒棒的，我们今天就学到这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想得美！你以为游泳池不
下。蛇长，放心把依依交给我，我是实践派。我怎么觉得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啊？挺胸，挺胸。算了，你没有胸。收腹提臀，两腿并拢。好，来，跟着我左手、右手一个慢动作。啊？这是热身运动。现在连做五十个俯卧撑。哥，给我起来！在部队里，这就叫废物。给我起来！还没我八十高寿的奶奶有力气。我起不来了。江里，你在干嘛？哦，这是我们爬山前要做的身体素质练习。这跟游泳有关系吗？没有。靠，教游泳啊！急什么？接下来进行呼吸练训。来，先闭气。还不到两分钟呢，差点憋死我了。根据 FBI 的标准是五分钟，所以你这是在训练杀手啊？咱能别跑题吗？憋气就是游泳必须要学的吗？你俩应该不会游泳吧？谁说的？还是得靠我们。刚刚看没看到水底有什么人呢？水底是美女吗？应该不是。哦，怪不得我没看见呢。但是那个人一直在水底就没上来。不会是救生员吧？救生员不是应该在台子上吗？哦，救生员有美女吗？一般都是男生吧。那我管他在不在台子上。小小，我是真的很怕水，我一想到水就想到小时候发洪水的事情，就想到为了救我而死去的爸爸，水就是我的噩梦。你们说我是精卫，我就更害怕水了。我是学不会游泳的，你们别帮我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害怕的东西，这很正常。你也有害怕的东西吗？有啊，比如小时候我很怕黑，每到睡觉的时候都要把所有灯都打开才能睡。那你后来是怎么克服的？电费太贵。其实我也有过像你一样吓得一动不动的时候，但我还是迈出了第一步。今天你能挺过关灯的一分钟，明天你就能挺过待在黑暗里的十分钟，慢慢的就不怕黑了。关键是你得按下第一次关灯的开关才行。凤姐，我明白了。是不是深有感触？是的。所以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吧。Thank you.
凤姐，我觉得今天完成任务了，所以其他的明天再说，我先走了。来，依依，我还有个故事要对你说。去你丫的！照你这速度，十年也学不会游泳。不给你喝几口成分复杂的游泳水，你这辈子都只敢蜻蜓点水。我靠，雪晓，你这也太狠了吧！谁都别拉他，我就不信了。不是小小，一好像沉下去了。没事儿，他这不在底下憋气呢吗？依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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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依依。啊，依依，依依。怎么搞的？依依呀，是我的三角恋吧？你们三个是一伙的吧？病人还没有死，需要抢救。快我走吧，别你来呀，别你吓呀，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请家属收敛一下情绪，病人没有死，只是溺水了而已。哇，这招卡奴以前我也用过。人家长得斯斯文文的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衣冠禽兽？你讲不讲理啊？什么你都赖我。哇，流氓！哎，你误会了，误会了，他是医生，他是来救你的。对对对对对。怎么这么平静？我，哎，哎，这哥们儿不会游泳吗？怎么给淹死了？怎么办？要不我们也心肺复苏吧？你干嘛呢？他怎么吐血了？心肺复苏和他刚才做的一样啊。你哥们肋骨让你给压断了啊！他好像没气儿了。我龙王，龙王，堂堂龙王在游泳馆淹死了。龙王，我们居然把龙王弄死了。等等，这样说刚才看在水底下的人就是他潜在水底。你们如果他是龙王，一是精卫，龙王前生淹死了精卫，今世一在游泳馆淹死了龙王，看来欠的总是要还的呀。哎，你们说龙王买没买人身保险啊？好像还没死透。哎，还笑这么开心呢？你差点把人淹死，还好淹死的是个假龙王，要是个真龙王醒来淹你一房间水，你就知道哭了。我才不在乎呢，谁让他占我便宜的？不过我觉得有一天我的真命天子一定会踏浪而来。我对你有感觉，在这个美丽的夜，这一刻稍纵即逝。哦耶，不要让它溜走，我要唱出来给你听，困了就喝杯咖啡。加拉去加拉加汤不加奶，你到底要哪种？冷水、热水、温水、白开水、矿泉水，我还没漱口。我对你有感觉，我比谁都要了解，哪怕是漆黑一片。
是漆黑。